这给你、啊。就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吧。好。好像确实你的比较好吃。当然了。喂，帮我开下门。嗯，好。妈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感冒了记得吃药，要不然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了，我不太舒服，回去睡觉了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酸辣粉还剩这么多，我总不能浪费了吧？嗯？你干嘛？你没有脏东西啊？你手怎么那么冷啊？你多穿一点，然后给你这个暖手用。暖宝宝了。里面装的暖宝宝。对，当然了。我觉得你那个比较可爱。好吧。今天好冷，今天好冷。起码的吧。嗯。没有没有，没有，我现在这边坐一会儿，我去办点事。你去干嘛呀？这，嗯，要了点糖回来。嗯。都多大了，怎么再用奶嘴喝饮料？这个吗？嗯。你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讲个很恐怖的故事。马上2020年了。对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批20后要出生了，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会像我们看60后一样，太恐怖了，能显得年轻一点。你是傻吗？不过说的也有道理。嗯，对啊。橘子味的。嗯。还蛮好闻的吧。嗯，很特别吧。买吗？不是、啊、同学送的。男同学送。男同学。我看看。名字也一般嘛。干嘛呀？不好，让大家都闻一下。你好幼稚啊。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吃什么了、啊？怎么这么香啊？火锅吧，你来刚好拍照。喏、no, ，我最喜欢给你。啊，谁跟你讲话呢？我跟锅巴讲话，你不要插嘴。要吃棉花糖吗？这都化了，怎么吃啊？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化吗？因为在心里雾化了。我觉得你也快化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。它应该放在冰箱里。我没戴眼镜，你能帮我把冰箱里的生巧拿过来吗？好啊，谢谢。是这个吗？嗯，对。我看不清你，你可不可以坐过来一点？再近一点嘛。这样吗？还再近一点。这样呢？哎，你的眼睛里面好像有眼屎。一菲，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说那个，你可不可以做我男朋友？哎，走你半天了，回家吧。一个人完成。开心就好。